苏联期间海平面吗？一段时间吧。那个算了，打电话出来，看了，你娃今晚在干不？十五年。差不多十五年了。你几点钟到早早的？几点？我大概去六点半。早早成点半，可能在家了。六点到早早。在家了没有？头前哦，迄搭卖面无咧卖啊咧，迄搭卖面，啊咱去关刀上头前卖方面，无咧卖啊，啊无卖讲啥物？迄届去都讲去出租啊，安尼哦，诶，迄间开真久啊呢，哦，过卖几年，两年前个可能还是三年，阮阿妈带我，甲阮阿爷嘛，去拢去遐买啊，啊，都几块无啊？啊，无啦，我讲你关注的面哦，出来开始做面。你以为是用电视做个电视关注无？无啦，我讲。是啊，即嘛嘛是干那做礼拜拜啦，礼拜。你就是也无啥啦，做啥不啦？公司也无啦，对啦，还在礼拜看看有啥。My friend was suggesting maybe in the side room。啊，你若公司也无，是你讲个，做嘛啥？我讲，你讲个，我不会啦，你们都是来自各种单位。